双儿，你阿娘，三万年了，我跟那天族太子订婚三万年了，他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又怎会真心喜欢于我？既然他喜欢那凡间女子，成全他便是。传闻青丘地界脾气差，常有四肢八爪，八荒闭锁不及，怎会？我得赶紧回去告诉殿下。苍琪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本君放在眼里？当初本君用了多少法子才让青丘同意把白霜嫁给你，可你现在竟背着本君私自找人去退婚，万一九尾狐因此开罪我天族，你可知是什么后果？青丘岂是那等不讲理之人，我跟那青丘白霜连面都没见过，何来的爱情？而娇儿虽是一介凡尘女子，可她救了我，那便是我苍琪的救命恩人，人族尚且知道知恩图报，难不成我天族连这点道理都不懂？你天君，殿下，青丘同意退婚了。青丘没提出什么条件？没有，青丘小弟姬说只要天君同意，他们没有意见。虽然青丘同意退了这门婚事，但毕竟是我们天族有错在先，拒回了狐王，日后遇事只要向天界开口，哪怕是违背人伦，天界众人也在所不辞，包括我苍琪在内。天下，这话你说的太早了。